个新闻处跟文化处的长官过来，就是边你要不要一起过来？看看看我这边 OK 吗？啊，还是给你 OK。哦，那还是请王经理过来。可是这个就是主要是要像，就是光影要很准，光影要很准。没有哎。然后比例人的比例啊，都要是。所以你是从电脑里面先做图了以后，当然，在电脑里面做图做好以后，你才画上去。对，所以是有电脑软体协助你做一个效果图啦，也不是说就是做一个什么电脑，就是有一个，最起码有一张好像照片这样，你就对着它，然后就放在整个地方，它会不会有它的效果 ？OK 吗？了解这边的人文状况。对啊，因为香港是一个很高度城市发展，所以应该没不看不到这样子，所以这对你来讲会蛮新奇的，对，蛮有趣的。像是那个小，来这边，那个李佳佳，他其实叫大招，他在。